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！谢谢您。哦，老头子，老婆子，好，真的很难啊。嗯，人家证明人家真有表演功底，人家表演的太好了，一人分饰了七八个角色。对，啊，可能是七八个吧。啊，自己就是人格分裂，证明人家很有功底，表演能力也很强。孟鹤堂啊，大伙都记住他，真的，人家年纪还很小。嗯，88年的吧。对，88年的，你看88年的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。对于我们什么空间？什么上升空间？上升空间啊！上升空间。对，赫子科的佼佼者。对，真的，孟鹤堂，我叫张鹤伦，不如人家，人家算激励鹤群的一个演员。对，激励鹤群，就夸人家。您是有点激励鹤群了，您能耐出众，能耐出众，很优秀，在德云社现在吧。这是人家算是赫子科当下最红的演员，真的，嗯，对不对？这是人家的捧啊！你最红！别闹！别闹！大点声！确实不行，不行，真的。你现在来说啊，孟鹤堂还有这个周九良，人家两个是一对儿，对，这都是。在现在德云社当中比较就是出类拔萃的演员，哎，大伙儿观众朋友喜欢。对，周九良为什么大伙儿上来报以热烈的掌声啊？嗯，虽然说没有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那你提他干嘛呀？可以后补啊。你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真的都是给您的掌声啊！捧哏演员当中，人家算是不错的。您老那么夸我，仅次于于谦、孙越、是栾云平、阎鹤祥。狼和岩等等等等啊，那我不是仅次，我是太次了。我为人就是这么低调，我还排得上号吗？真的就是这么低调，这是应该的。观众们夸他，在网上有一个叫什么 YYDS， 有一对 YYDS， 对，我知道叫什么，有一对肾是吧？就是观众对我的期望那么低吗？不是，就是有一对肾的相声演员就是一个好相声演员。YYDS 吗？有用的肾，有一对四。行了，改王炸不是那个，那叫什么呀？那叫永远的神，网络用语。网络用语，哎，我是不太懂。我也不要胡说，有学问有能耐啊、嗯！这不是我捧，嗯，这在德云社来说就包括这几位都算上。哦，这几位，有一位如您的吗？哦。是，但凡他们要比你强，他们不能坐那儿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坐玩意儿啊！坐，跟谁俩呀？怎么东北这一块方方面面的？哦，这不是东北，走错了，对不起，走错片场了。但是我认为人家不错啊。嗯。学问高。啊，这倒是。这倒是吧？嗯。仅次于对手我师父。这也高不到哪儿去啊。我师傅挺高，我师傅小本。什么叫小本？小学本科。小学还有本科？对，于谦老师，嗯，幼本。幼儿园本科。您呢？我。对啊。我这文化水平其实不算太高，对不对？当然了啊，我也没说鄙视您，嗯，对不对？因为虽然说咱们之间有很大的差距，但是觉得还彼此还能一块聊天。您等会儿有什么差距啊？什么？咱不是一样吗？咱都谁跟你一样啊？谁跟你？我大学毕业。我跟你说，我在这后台说大学毕业，他们也是这种声音。德云社的人就是瞧不起大学毕业。来，把那个手拿过来，摸着自己的这儿说。扪胸自问是吗？扪心自问。您再往里来来行不行啊？大学毕业，这我怕什么呀？哪大学的？哪大学？说，对，不是哪个大学？我先不告诉你啊。我们学校门口有个雕像，你猜？雕塑？对，雕像，缺一胳膊。哦，缺一胳膊。文艺大学应该。对，叫维塔斯。维塔斯。您上过吗？什么？维纳斯？呛什么火？叫什么劲啊？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孤陋寡闻了呢。不是，咱不说雕像的事儿啊，说你哪个大学毕业？蒙大。啊，你是蒙的吧？蒙大，这儿的古大，简称内蒙古大学。内大。哦，内大。
这么巧妙吗？对对，确实。后来我转学了，后来转学了。您五位上来替我会儿吧，实在丢不起这人了。我后来转学，我是内蒙古大学。你甭管，我游牧民族，哎，哪儿都能上大学。你还转学了？对了，这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知道，你什么你都知道，什么你都知道。啊，没听你说过。就这几位吧，哪个有学历，哪个上大学，你知道吗？都没有。哎，栾哥是，我一猜你就说栾云平。对，清华大学呀、啊。都说栾云平上过清华大学，你实际问问他，他上过清华大学吗？并没有，他上的是清华附属小学。真的，好多事你都不知道。他说的对。这不是我瞎说，您不怼两句啊，哥？岳云鹏都要五胎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事都告诉你，你算干嘛地呀、啊？瞧不上这样的人，你知道？岳云鹏要我是刚放出来吗？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我没有必要什么事都通知你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行，那不提你哪大学的了啊？怎么了？您说您是个文化人啊，有学问是吧？那我们看看，哦，看哪儿啊？要看哪儿啊？你给我记上，我记着，不是学问有这么看的吗？那您怎么着？说话就很肤浅。我们瞧瞧您是怎么表现出来你有文化呢？古诗词行吗？古诗行不行？古诗好。想看哪年的？唐朝的，马王堆的，刚刨出来的。哪个古诗啊？你要看什么古诗啊？我知道你要看什么古诗啊。咱不是考古那个古诗，我知道古诗词，我知道你是唐朝的，是马王堆年代的，唐末哪个年代？我会多了，你真会，怕你不懂啊。尔等不晓得，哎，我就是还，哎呦，我还拽上了，哎，尔等不明博，你说明白，尔等知道个六啊。你要不会说，你就别说，知道个六，这是有文化该说的话吗？非得来两句那个吗？啊，对，您说着来两句，我听听。本是后山人，偶作堂前客，这就来了。醉舞金阁半卷书，对景说天阔。大志喜功名，还斗梁福祸。有点难。论道囊中羞涩时，怒指乾坤错。错，是谁的错？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？我还能唱，错，是我的错。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？还能用外语。丫头妹哈妹撒，萨瓦迪卡以后撒尤那拉，莉莉哈妹范萨克斯安德哟，萨朗嘿哟乌里欧巴斯米达。倒是爱走脑子。他愿意算了，钻的这个。文人，你把那个扇子给我放下！打错，我今天拦你了。这是古诗词啊？这诗词歌赋，这算歌行不行？你搁这儿吧，你把那扇子搁这儿啊。我说太深奥，我怕你听不懂，来点听不懂的。你还不如我呢。我怎么不如你？我不如你、啊，你还不如我。这么着，我考你行不行？行。我考你，可以啊。听这个。西北玄天一片云，接我听听。乌鸦落入凤凰群，这谁都会啊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早逢春。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马行无力金银兽，人不风流只为贫。古人不见金石月，金月曾经照古人。粉妆玉砌张鹤伦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没听过吗？没听过吗？什么肤白貌美台风吻，粉妆玉砌张鹤伦。对不对？傲骨英风张鹤伦。你先踏实的什么也别动，站这儿站一分钟你会吗？还粉妆玉砌还台风吻，就你这模样，哎，大伙看看啊，啊，就这肚子，就这大腮帮子啊，大腮帮子满脸褶，油腻大叔张鹤伦。那你不要人身攻击。您啊，夸夸自己不行吗？咱们不对诗了好吗？什么？有学问，怎么着？咱对个对联。对联，哎呦呵，打到我手背上了。你这离我远点行吗？真的，
今天给你来个纱窗擦屁股，怎么样？露一手。出题哦，行行，好好，你听着啊，先给你来个简单一点的、啊，听一听，听这个，面对面吃面，两个人面对面，这就完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就上联了。哎，怕男的您对不上来呀、啊？有什么难度啊？哎，三个字都一样，面对面吃面，张嘴就来。嗯，脚对脚抠脚，背对背搓背。手拉手解手去，就你哎，就你这个话，这往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赖人家说你油腻吗？就你这个状态啊，我出一个上联：面无言，包无钱，人到中年，可怜可怜。就说我，就说你呢？给我出的，就是此时此刻你这个状态。好，听着你的。嗯，亲爱的，你是。官一躺，布一盖，十人一桌，上菜上菜。我刚20多岁，我这官一躺，被一盖，我还。那么着啊，我给你来个终极上联。还终极上？终极上联。我听听，怎么吃了死耗子了？你这是？我就不在我这儿就没有什么终极上联，我听听。你听我啊，说一天晚上。郭老二从3更半夜喝到早上4-5点钟，特别没溜。老七说这事儿8-9不离10。这是上联啊？上联。这有什么巧妙的地方吗？哎，你没注意听吗？你说是从1到10占全了。从1到10，一天晚上郭老二从3更半夜喝到早上4-5点钟，1、2、3、4、5。我先问问这郭老二是谁？就是郭汾阳。师傅的二公子，对，半夜喝到早上4-5点钟，喝的是古力多啊，就是这个，喝的是奶。他刚多大呀？他还是个孩子，借奶消愁吗？有什么愁事啊？哦，借奶消愁，为什么愁啊？哦，师傅要三胎，他知道了。我说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啊？你甭管什么事儿、啊，听说啊，你甭管什么事儿，你听着我往下解释啊。好，6、7、8、9、10，你说这孩子早上4-5点钟还不睡，有溜没溜？没溜。没有溜啊，这么个溜溜。哎，小青说了，这事儿8-9不离10，从1到10占全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看你怎么对。还说说的有那么一奶奶的难度。你这什么词语？这都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您来吧，张嘴就给你对出一下联来。不可能，让你听着就好。来，你说，听着啊。嗯，你是从1到10。对，我给你对10到1。哦，这怎么对啊？听我这下联啊。啊，10天以后，哦，周九良还有我，从8月中旬停产到明年7月6号那天中午，小四说他3心2意一堪获。哎，我呀。